我最近买的那个飞行器，真的啦，没有在四轮的啦，拢是用飞的，你唔知啊？唔知。哈哈哈哈哈。起码是伺服列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伺服摩托车。哎，那个伞兵，那个你有看那个吗？ 有啊，我妈真的很命大，然后我就破给我弟看，因为我弟是伞兵。啊，他汉超有那么好吗？不是汉超那么好，他是被我逼的。为什么？